裴君子，你看这个眼神，慌的一逼。不是这种，不是慌，就是这时候就有点，就赢了也不好，输了也不好，就有点矛盾。慌个毛啊，干呀！对不对嘛？干呀！干就是要在别人的主场把所有人打得鸦雀无声。好，来了，比赛来了，压力很大，其实。好了，我们看一下朱恩点位啊。地图的拜塞尔遗迹，朱恩在地图下方5点钟方向就是红色的丛林选手，来自波兰的选手 Nature， 那种掌声。所以在地图上方11种方向的是蓝色的神盾选手，来自于韩国的 Patience， 都没什么掌声的。这场就是决定我们后面还能不能看到 Nature 的比赛了。嗯，在小组其实他出现那么艰难也很正常，有点把 Nature 吃的有点死。我记得好多次比赛都是最后 Patience 上来把 Nature 干了，你记得是不是吗？我今天有感觉，我觉得我觉得 Patience 要赢，要出现。因为你想他打 PDP 这种他都赢了，只能说他命不该绝。命好嘛。对啊，真的是命不该绝。他输给 PDP 其实 PDP 这个就基本上就已经出现了。对，不输给 PDP 的话，我告诉你啊，他如果输给 PDP， 就是莽霸和 Patience 都出不了线，那就等于四个人出三个。对，这小组打得太激烈了，水平都差不多。其实本来我们觉得这个小组应该是一个，就是霹雳霹雳在里面是陪太子读书的，结果没想到他最后搞得还有机会出现啊。对，他的发挥是很好的。飞寒虽然我们觉得 Serial 跟 Nature 这个发挥是正常的，就是给韩国就是造成麻烦。霹雳霹雳，我告诉你，来如果来中国，我估计也就碳基的这个水平。对啊，但他发挥好呀。嗯。PDP 主要有一点，他什么比赛都打，你发现没有吗？网上小比赛老看得到他。这种比赛，我告诉你，这种打比赛，这件事情很重要。积累经验嘛，比赛经验。先干好下三矿。这时候，台下的观众已经人手拿一把斧头。你敢这么搞？哎，烦的一逼！我告诉你，这招。对，就是修一根水晶，然后不让你开那个三级地嘛。这都算过时间的。Patience 太了解 Nature 的风格了，他知道 Nature 是个打双喷的选手。就最早你还记得有个什么比赛，大家都不了解那个 Nature 的时候，就 Patience 把 Nature 各种吊起来打。对的。他太了解了这个。单矿那么晚开，很烦这个时间，是不是？我 Nature 的风格呢，这点还影响不了他的这个东西。嗯。哎呦喂，这有必要吗？这个拼呢？防空应该是刚刚好，又是个房子。我怎么感觉那场好不利啊？你不觉得打得好不顺吗？是啊，被Patience各种搞，不过这手很快。这个其实不是手快，这就感觉，他感觉你要出这个农民了，就直接点下去。对。但我感觉Patience有优势啊，这个局面。是啊。前期反正你开三矿，然后。让你同卵减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安然开三矿，你的狗就抱不起来。
现在为止，来看看这个蟑螂长放的有点慢吧，他只能靠狗来防了，这波狗防压力很大的，狗防不住，我上面还有个先知。对啊，就狗防压力很大。Patience 太了解那球风格，这就上来就搞你。哎，这先知能量没了，有点浪费了。刚才飘进去吗？这什么意思啊？他难道看到台下的刀斧手？啊！绝壁看到了台下的刀斧手，眼前一亮。没有，不是眼前一亮，是眼光中闪了几道光，就知道台下有很多刀斧手，好不好？有点虚呢，有点虚。那球这晃的还可以，不过从整个运来看的话，刚才那波使徒送完之后啊，现在其实佩云士也没有什么优势，现在是个军士。那球这个开矿开的，我告诉你，这个基地，我告诉你，如果说被逼退了。啊、就表示刀斧手可以冲上来了，从古有摔杯为好，现在有退基地为好。比赛也不打了，先打断一只手，黄金又讲是吧？手打断的好，比赛可以继续。干死你！我告诉你，手也不用打断，打断一根指头。啊，看到了。这种双喷其实我觉得真的喷是打得太有经验了，他了解你风格呀，就针对你啊，说白了你反正每盘都打双喷的，你不双喷打得好吗，我就针对你不就完了吗。哎，怎么 Nature 这个运营有点过了，他这个五矿开的太嚣张了，他不是一直都是这种风格的吗？真有点过了，这个战损上来说还是 Nature 赚了一点点。那、啊、这一波他能不能挡住啊，我觉得这个基地不要了吧，看了那么多，还好没格到，格到就直接死了。这波部队，我觉得如果说蟑螂成型的话，其实这波部队很脆弱。对，现在主要是被拖了太久的时间，不能送这波部队，拖太久时间了这个。哎呦，差一点，这掉了就，关键刺蛇现在也成型了，就看力量推不动，就看立场。哎，这个还可以，这个这波砸掉，哎，提前砸了一个，不错，对，好，抹上去。他尽量的换哨兵已经换光了，哎，这三个不朽，哎，一个两个，好，第四一遍就这大毛啊。哎，我觉得没错，压力也大，我告诉你，对，压力大的一逼下他现在，他这个地址只要跨到二矿区我觉得就赢了呀，就二矿和三矿的那个路口埋在这里，我觉得 Patience 已经觉得自己要输了，他看到第一次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好打了，那就是还在回防啊。哎呦漂亮，好了，直接打正面，一样好，跨到第一次有引刀怎么样，他有眼虫的，
佩逊斯不可能打的。换家。哎，他是点眼虫。哎，眼虫。没掉。哦，差一点。他应该刚才看到引刀了吧？这种有什么意义吗？你告诉我。不，我觉得他刚才更应该去打三矿的。啊，看到引刀。有眼虫的呀，这怎么弄嘛？对，我觉得他刚才应该去打三矿的，不过他就觉得自己现在正面强，我就要跟你刚正面。没有，我觉得回救也是对的，回救也是对的。哎呦，这。反正这个局面输不了了，已经输了，我觉得已经输了。平时，对啊，我说这个局面 Nature 已经输不了了，他只要出刺蛇就好了，爽的一逼！现在这帮波兰的人，啊，那些叫的人，我刚才都是刀斧手，真是啊，裴辛斯好慌啊，打的。Nature 其实这个时候就去换个家就好了。真的，你往他家里 A， 他妈就几个追猎，你慌什么吗？我发现他，但他不是这种人呐。他喜欢追着别人主力打，你知道吗？老子叫 Nature， 怎么可能跟你换家？哎，无所谓，丢一片矿无所谓的。这片矿无所谓的。黑玉石也没有转出那个，如果说他能够在刚才那个局面下转出自爆球，这个局面还有的打。他转不出来了呀，这个时候。死了呀，这已经死了，你正面你不可能打得过。你靠这个追猎去打这个正面是不可能打得过的。运气有点差，纯追猎打这种组合者，我觉得就算没有地刺你都打不过。对，没有地刺呢还有可以跳一跳的资本，关键这个刺蛇输出太高了，换的太伤了。好了，跳的已经不错了。哎，别追了，你不就他二矿打一步不就赢的吗？二矿正面 A 进去不就好了吗？对啊，这么追他就喜欢追着别人主力干，你四个地刺往二矿一爬，然后他就不得不决战。你去三矿那边也行。对啊，你去三矿一爬他也要决战啊。哎呀，这智商欠费了呀 Nature。 他这是他的风格，我就喜欢追着别人主力打。找不住你追又追不到，你怎么可能追得？他喜欢你怎么办嘛？我靠，这操作其实挺好的。好了，别逼入死角，逼入死角。没有啊，逼入死角了呀，两边夹，怎么不接？干嘛？我从这边跳过来干嘛？跳过来，那兵有的是兵等你了，你跳过来是吧？干嘛打不过我就GG？ 本来是嘛，本来我这盘就不能赢。怎么就点。方够吗？有没有？最后方够漂亮，方够一把，记住了，记住了。Nature 的风格我已经看出来了，就是追着主力打。我告诉你，赢了。赢的都是对的，你不要管他是不是追着主力打。Nature 如果赢了啊，不，那个 Pain 是如果赢了，对，面对他就是你妈刀斧手。如果 Pain 是输了。就是你妈的升国旗。Alright, welcome back to the analysis desk, guys. Keeping everyone updated as much as possible. We do have our two series going underway at the moment. We're going to check in with Pick first, who is in Cyril versus Pili. Let's dive straight into game. 我觉得，这盘那组其实打的不是特别好。Pili 是自己中了一波屎。Pili 又在开飞机了 ，Cyril 一比零。然后感觉这盘 Cyril 应该赢了。Just as his carriers were coming out here, though, in game number two, it has been absolutely wild. Cyril picked up a bunch of queens and used them to support a Ling Bane attack. Right. On the third base, took it out, but the carriers got out. 没有不一定啊，因为你看这个人，你看双方的这个带路人口嘛。Killing drones, Ling Bane run bys. The game's pure chaos right now. 他但是他是以辅为主。Thank you very much, Pick. As we do now check in with Artosis, who is currently. 不有如果有90多的带路人口的航母还怕辅吗？Did go to Zest. He held on Paladino Terminal and all in by True. Yeah. And here we are. It's Cactus Valley now. And True, you know, Zest opened with Glaives into Phoenixes. So in the Korean meta, you always go into Bane Hydra. Yeah, Zest 的一比零 skipped getting Bane speed and is instead just putting on lots of pressure here, trying to end this game. But Zest defense so far
has been really, really strong. Yeah, looking good there.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gentlemen. As it stands at the moment, we have Serral, Zest, and Nurture getting themselves one extra map. If those three were to win, then I believe, looking at my numbers, that those three would be the people to advance. But still, it is all very much so up in the air for now. Thank you very much, Jeff. Check in with you in just a moment. For now, though, we're going to head back over to the series with the casters. 早点输，对不对？也好，对不对？不要去想太多。他肯定可能是他觉得去年的十月份左右吧，他不是打那个 Jim Hacker 嘛，就觉得随便炒格，但是现在就有点打不过，他可能有觉得有点不甘心嘛。他是绝命麦克夺冠嘛 ，IEM 嘛就算了呀。但打的人还不是这帮人。每月打的时候没有韩国人的呀，对不对？那你要这么你要一定要这么说呢，那怎么说嘛？好的，说完第二场比赛开始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尊点位。地图是来到了。新科尔克战区尊在地图五点钟方向的是蓝色的使用选手 Patience。地图七点钟方向的是红色的虫族选手 Nature。什么呢？啊，去看一眼。我想他那么稳去探路，这个不像 Nature。看看外面有没有被阴。哎，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用怕他阴你，他敢阴你一盘，早就你妈斧头就扔过来了，手脚打断。是的呀，他阴他了呀，两兵赢。哎，两兵怎么不算赢？两兵，我告诉你，碰到提速我开算劣势开局，好吗？对，两。而且你又不是四人图，第一眼能看到的，凭什么是阴嘛？两兵赢，他妈的，下面的刀斧手看不懂。刀斧手只知道你只要在外面点野水晶什么的，我就干死你。对的，两兵就哎，他在家里面造的兵啊，没什么呀。再跟你们说一遍，不用五百刀斧手，两个刀斧手，三个啊，三个，稳一点，三个。啊，这三个刀斧手就是当年的刘关张，我告诉你，稳赢版我。好了，两兵营没什么问题，第一时间看到其实看到就是就抱点狗就好了，对，抱十条狗就好了，狠一点抱12条，下面4条，上面8条，然后配合女皇，你飘上去我就把你吃了，对。这边已经有水友说 Serial 2-0 已经赢了，那 Serial 肯定是小组第一了，对，第八强了，他四杠一肯定小组第一啊。那霹雳霹雳是2-3，二杠三没什么机会了，没机会了。Zest 赢的也是3-2，对吧？ Nature 跟那个 Patience 这盘谁赢的谁都是3-2。哎呦，又送两个助理，看到没有？刀斧手。给力呀、啊！哎，这让我想起了《破坏之王》里面那个吴孟达，各种在往天上扔什么刀啊、锤子啊。对啊，大师兄，你妈不能专心比赛了。心理战术呢？在 Nature 看来，台下这些观众都是可爱的为他加油的观众，对不对？看心机的观众，但是在黑运色眼里，这些观众都是刀斧手。前期两个那个使徒送就不能再送了。这两个使徒一送的话，你基本上就没压迫力了。不能再送了，这个送了。再送两个使徒就不用打了，好吧？对。
好，这边 Zest 的这个比分也已经出来了 ，Zest 2-0，那个击败了莽霸。那这样的话 ，Zest 也出现了。他们谁赢谁出现了？这盘就是 Nature 跟 Patience 谁赢谁出现。对。其实小组第二跟小组第三没什么区别。没有，还是有区别的。就打对方的小组第二和第三吧。对。那对方也没出来是谁呀、啊？慌什么慌？再说对方的小组二三名差实力差不多的。哼，真差不多的呀。在这个比赛里面，我觉得能够小组出线的人，他妈都是想冠军的，打谁都得打。只要小组能出线，绝对是冲着冠军去的。你要这么说也是啊。啊，这五个追猎，这五个使徒不能再送了，要小心一点了。乱飘说不定就 GG 了。Nature 是不偷的，关键是他的防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Nature 给我的印象就是，你比如说你使徒飘到他了，但是他的蟑螂啊，总是能够到第一时间到位。对。然后他拉农民也拉得很冷静。哎呀，说白了就不乱。临危不乱。嗯。啊，进行再次二次侦查，确认一下你有没有出引刀。嗯。这里面农民这个数量其实还行吧。我觉得这时候他应该放刺杀塔了呀，这时候四矿一开，刺杀塔一放，他一直都这风格的，到这个时间点反正蟑螂然后升这个然后刺蛇，他主要是我跟你说叫阵型拉得好，他现在刺杀塔都没放啊，对手能进已经过来了，现在这盘他的刺杀塔放的有点晚，反正很不错，反应很快。蟑螂狗毒爆，他这还换战术了，但你这个能进怎么来守呢？存了一波气，待会儿全部变火蟑螂。看看他用什么吧，哎，他这盘没有用那个刺蛇啊，对，没有错，还挺意外的，竟然没有用双喷，可能也是觉得这张图比较那个吧，比较容易展得开。哎，这波过来没有火蟑螂，很危险啊。嗯，火蟑螂暗满呀，配置直接是一波，直接打一波。哎，缩回去了、啊。这盘我就感觉这么打下去，其实本来就军坦有点好，我跟你说。火战变那么多。那就主要我觉得他比其他的虫族强的一点就是，他敢跟那个神族憋后期。不，虽然不一定能赢啊，但是他就敢憋，而且他这个韧性是很强。他对后期的理解跟我们有点不一样。这个能进怎么解决？我觉得留给 Nature 的时间不多了，他要 A 的话就趁早，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待会儿自爆球出来这波就无以完爆了。哎，万一他又上演上一次那个包加那个呢？包自爆球的一招。啊，我不信的。让他包谁来着？全包。我不信的，这种事情。只发生在奇迹中，哪有那么多奇迹嘛？嗯。等他毒爆虫好，毒爆虫好了，速度好了，肯定要去 A 莽一波的。不莽的话，他又什么？又是感染虫控制啊？
你妈的，这什么嘛、哎？我问你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啊，因为我首先告诉你，我不知道啊。就如果说控制自爆球嘛，对吧？啊，这个自爆球如果已经炸出去了，那这个自爆球炸出去那个东西是你控制还是我控制的？他妈的，还是他控制的呀？就那就控制是吧？不是的，是你妈 patience 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以前好像试过。我被炸的，我好像被炸过，我记得好像被炸过。哦，不对，我想想，啊，你靠谱点好不好？因为我这个事情我真不知道，我没试。哎，不对，我想想啊，上次不是控制这个事情，不是控制的这个，上次控制的什么东西来着？哎，这真不知道这个，没印象了。就他炸出去的时候，他不是有个光圈嘛？然后你突然控制了他，我知道呀，控制他主体，那光圈到底是？我上次不是控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按道理来说啊，按道理来说会消失，就跟那个被打断是一样的，你信不信？你这么说也有点道理。按道理来说是打断，因为我上次记得不是控，我控的不是这个东西，我忘记控的什么，但我控的不是自爆球，按道理来说是打断。不可能是他扔出来，然后你控制了，他就变成你控制的，就是你那个扔的那个东西了，不可能的。星际之骂从来没有这样设计过。所以说我只是跟你应该是打断。我只是提出问题，大家探讨一下嘛。对，我觉得应该是打断，这盘我们就看得到了，应该是打断。你确定吧？干嘛？我就确定呢。他妈，我流了一水的，应该是打断。我说话很谨慎的，好吗？应该这两个字就很我说的是你确定这盘能看到，说不定能看到哦。对不对吗？我跟你们说了，我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不会乱下判断的。反正我这件事情我反正没试过，我不知道。对，应该两个字很重要的。好了，这波要推一波。那就绕路。哎，怎么我家他们大门厂打开了？这波被穿成马了。哎，三线呢？幸好上面有一个地堡，但二矿还是死了十个农民。啊，这边有点凶啊！现在，我们他那个还没生完呢，那个狂狗。哎，他万一上来四个控制把对方自爆球控了，然后把对方炸了怎么办？啊，不可能的。妈，你怎么知道不可能？能不能控不？来，控一个给我们看看吧。对不对？控一个给我们看看吧。哦呦，就定住一把电，你又怎样？再电。哎呦呦，不敢去，这个不敢去，主要是。哦呦！拉到一个追猎，但无所谓，后面又包了，包。追猎也是输出啊，这时候把自爆球控住了，控了不行，各种控、哎、起来了呀，这个妈的，这怎么办？如何是好、啊？这个这在炸的还是很痛，继续炸啊、哦！哎呦，没炸不到，没，他主要是不知道在哪里，要知道的话直接就没了。废话，哎，我觉得哎，现在我觉得别控自爆球，就控那个不朽。哎呦，都出来了！控不朽和白球，控了你妈这些追的都是屎，好不好？有不朽控不朽，没不朽控白球都可以。这怎么可能打得掉嘛？加血呀、啊！这！哎呦，算了，这个冷静死了，麻烦了，拖不住了。这波感染虫还有那么多，不死也麻烦了，好不好？怎么立场就直接不要了呢？哎，真的控一个自爆球把对方自爆球全炸了，那无敌！哎，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帅是帅，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主要上面有个叮当。好了，自爆球炸，哎呦，还是有点痛，但是控制已经到了。有没有？走，哎呀，没炸到。
顶一把，这顶就没什么意思。好，控什么？控了什么用吗？这有什么用吗？上面被穿狗了，但没有炸。各种顶，各种控。我炸自己，哎呦 ！Nice！控自爆球炸自己，而且上面穿着34个农民。我承认他防的，就打的真的很华丽。他这个人，所以虽然老老实实打，也就老老实实打，但他就喜欢去扣。刘江红打不来了呀，就哨兵也开始送了。哨兵他一直在上面送，好吗？我遭中了，这波要上去了，这两波狗一穿，他十个感染虫一造，你妈这真的是要把他控到死啊！这局面我觉得刘建宏不要那么冲动，这种局面其实我觉得你 A 上去的时候把所有的感染虫都丢波弹，没有他帅呀，我是控制身都身的，我不用把他的把弹扔在后面，把他的后路都截了，然后前面就被你牛各种割，对，也很帅，没帅的办法有很多种，未必一定要用这样帅，对吧？对，哎，那么多白球，这不是就给他控的吗？我控一排白球反摸自己，摸的妈都不认识一会儿。我这控的时间还是挺短的。雷球很容易把自己浪死啊！我跟你说，这几个自爆球是不稳定的。但他定住了夹的话，还是一夹就死了。哎呦，上面还那么多白球啊！哎呦，哎，真的要把自己浪死啊！这牌。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他打爆炸了，他在等能量，在等控制的能量。他现在收入很高，现在只要稳住这个局势就可以了。刘建宏不敢推，又被一波狗这边，哎呦，没敢进去。那这波部队其实我跟你说，一接触未必雷球就赢得了。这波部队只有大龙可以一战，他控制也可以一战。哎，控制有点难，我告诉你。是有点难。他有十个感染虫，绕一波狗，继续去你的矿走一圈，上面已经有东西等着你了。那这样骗个炮台再走，这真的没大龙这波怎么打嘛？有大龙的话，这波就直接就赢了。他说次怎么？他是第四吗？不知道呀，我没看懂啊。哎呦，控控控控控控控，三个白球。哎呦，三个白球摸的还是很痛啊！回来，直接 A 掉，割掉，哎，炸死！哎，也行吧，也行。我跟你说，刘江红被打的有点位置里去了，也是个绝打，哎呦，刘江红绝对有点绝对位置里去，绝对位置。他你妈从来就没想过 ，Nature 你妈为了这个比赛创造了一招控制流。我觉得这招我们也可以去用了。对，当年我一直以为这样很邪，你知道吗？就没怎么用过，我没想到那就把它打成，哦呦，有没有炸？有炸！死的，控住！有没有炸？控住！多控了白球啊，多控了不朽！我靠，这几个不朽妈翻太猛了！这几个不朽翻天呐，在里面有没有控了？有没有控了？没了！白球太多了。我说他只有控到自爆球吧，他中间炸了，对不对吧？他如果控到自爆球，把在中间开个花，把刘建宏死的心都有了。我承认这招很帅，对，但是呢，华而不实。你要控到，你一定要控到核心兵种。不是核心兵种的问题，走，本来的控就难控，操作那么多部队也就难控。哎呦！那这个白球太多了，夹不动了。还有一把炸，看他怎么控啊？怎么控？真的，他如果控到自爆球，在中间开个花，那是真的有机会赢的。好了，这边矿不知道能不能换掉，如果能换掉的话，一把电先顶住。不要急，忍。哎呀，这个自爆球完了，怼进去了。雷球把自己玩死了呀！不过佩运斯也没矿了，就看就最后包的这一波了。白球太多了，真的。那么多白球怎么包？怎么包？哎，这波自爆球没炸好，控，直接下来。哎，但这个自爆球没炸出来，
这三个白球被控住了，但三个白球还没用啊，这三个白球在里面。不是白球主要，我觉得白球主要其实 DPS， 它主要是肉，主要是肉。对，这一盘奶球有点乱来了。嗯，早点把这些换成大龙，不然赢了一百遍了。他刚才真的，他那个局面只有什么控住三个自爆球，然后在中间开个花，其实他是完全有机会的那一波。不过刘建宏这个兵种组合的确还是有点克制这个字，克制这个感染虫的。不是，我觉得这种局面就只有出大龙。我告诉你，控这种东西的确，我承认很帅，对不对？但是没用啊。我真的觉得我怎么感觉那球有点慌了呀。这个局面没拿下的确是自己的有点二，对自己的问题。这控制是挺难的，你想你要控住了，你还去找到对方的兵，你还要把对方的技能甩出来。好了，来了啊！好，双方第最后一场比赛开始了，我们看一下出生点位，地图是来到了深海暗礁。地图下方红色的冲选手就是来自于波兰的 Nature。 哎，他我发现他这副眼镜也是红牛赞助的嘛，就拿了赞助呢。哎，真的那副眼镜上也有 logo 的，他东西。哎呀，我跟你说，就是 Nature 估计拿的当红牛当地的一个赞助，就是他们波兰的红牛。地图上方的蓝色的冲选手就是来自于韩国的 Patience， 其实挺好的，他这种就拿个人赞助。这个其实是个人项目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种运营方式，你看网球就是这样。但问题是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哎，网球也是一样的呀。在我觉得在欧美这些地方可能还可以，但在中国这件事情不太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吗？不会有企业会赞助这个东西的呀。会的呀，为什么不会吗？外设可以的，外设。哎，我告诉你，绝壁，你上去，现在你把所有人都打死，为什么不可能吗？啊、你又说把全部人都打死，你打那可以的。不是你没实力拿什么赞助吗？你出去都一轮怎么拿赞助吗？那可以的，对不对吗？你如果你真的够牛逼，你出来你打这个比赛，你上去都能把谁打死？说不定网之翼也给你挂个 logo 呢。也是啊，你这么说的确对的。万家乐会不会赞助你吗？你如果出去你 WCS， 你现在在转播，你在上面，万家乐帮你挂个帽子可不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呀。你关键还是你要有实力啊。你不利达抗最后总决赛那个舞台不是逼晕捧那个杯，是你捧那个杯，你看你拿得到赞助吗？哼，肯定拿得到的了，对不对嘛？拿不到你找我，我来帮你拉赞助，我只要你10%的提成。我靠你！不过也没什么错，有什么错了？我帮你找赞助，拿10%怎么？外面经纪公司20%，我拿你10%，还要怎么样？对的，也算仁至义尽了。对呀，外面经纪公司说不定收你30%呢，看你不懂行。哼，看，那我就拿你10%，我帮你找赞助，保证你身全身贴满。你要这么说的确，你首先不，这件事情的前提是你要把所有人打死。对啊，就是前提是你要有实力嘛。对的，真的呀，随便输几个赞助商就别人都愿意投的呀。哎，这件事情还是有点难的。你说如果布利达抗你在上面啊，我就假设是你是逼晕最后捧杯那个画面，然后我拿着布利达抗现场这个东西，
就现场这个东西，然后我把你一年的这个行程，一年要参加的比赛，我全部都整理出来，然后比如说商业回报也整理出来，对吧？然后你说你大概一个 logo 能值多少钱？就不利在他拿冠军呢、啊？那你要看谁的 logo 呀？什么叫谁的 logo？ 不，你说贴在他身上一个 logo 值多少钱呢、啊？对啊，我就说我报个价嘛，在外面。啊，你说多少人？别人会出？一年啊，贴对一年呢、啊，一年嘛，我把你的肖像权也卖掉嘛，就比如说你配合他做两三次活动，配合他做两三次活动，再是贴身上贴东西对吧？贴个 logo 对吧？贴个 logo， 两三次线下活动对不对？对，就大概就这种东西嘛。不利的抗冠军，我觉得如果是个中国人的话，我觉得一年少说点，我觉得50万吧。对，我一个 logo 我出去卖五十万。分分钟卖掉，我分分钟帮你卖六个，50万可以，50万差不多了，你多绝对卖得掉。我跟你说，50万，别人可能价都不跟你还。对的，你上去狠一点，就现在的开价是怎么开法？就比如说经纪公司怎么出去开，什么都不说，先开100，然后大家来还嘛，对不对嘛？对的，就星际这个项目，你最多也就开到这个价了。哎，你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对，先看比赛，这件事情早着呢。你知道撸啊撸怎么开的吗？你怎么开的吗？撸啊撸我还真不知道。撸啊撸200一个，200万一个。你相信我呀？牛逼牛逼！撸啊撸上去就200一个，而且这不是 S 冠军哦，这 S 八强就可以200一个了啊、哦！哎，等，我给你对一下时间。啊，你对。5:01:03:04、05，那你快，你等我一下。哎，等等，我又卡住了，等，我又卡住了。等我一下啊！不是，我等你一下，我又卡住了，我这边不稳，我在卡。嗯，你不要急，反正你先对我待会再给你对，我先换个袋子。呀，我也有点卡，这什么情况？他们推流卡吧？我不知道。我也有点卡，没道理的嘛。我们看 YouTube 卡，这个真的就是他们那边的问题了。不要慌，我再重新再把别的看一下。妈，那么关键的比赛，你现在卡吗？我现在不卡呀、啊，你几分几秒？哎，我又卡了。哎，好了，不卡了。你先看，我再刷。嗯。好了，我来说啊，5:06:07:08，5分，我都6:47了啊！不要急，我刷一下，太航母了，培训四局牌。等我刷到了，我会跟你说的，你先说着吧。他们说200一个算5个人吧？我说的是俱乐部，别人5个，你说撸啊撸嘛，怎么可能是你算个人贴嘛？那肯定是你俱乐部去出去招商啊，那个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嘛？你如果是什么冠个名，估计还更贵的。如果你拿个 S 冠军，我觉得你出去开500万一个标都有人接。S 冠军？对呀、啊，干嘛？我 S 冠军开500万一个标不过分的。你不要说一些你们中国人做不到的事情，好不好？哎呀，这种东西，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可以，不是，我觉得可以，你可以那个，你买五个，不是买五个，我直接买个5个韩国人可以拼一枪。那你打不了那个比赛啊，不准买5个韩国人的呀、啊，他们只能2个韩国人，好像也有外援限制的，好不好？好了，这边开始走这个了。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的，这首歌可以完全可以作为那个 LPO 的那个主题歌。对不对嘛？你搞什么那么热血沸腾嘛？你就唱那首《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妈，每年就放一遍。好了，这个航母出来，那球怎么打嘛？他出飞龙就死了呀！妈的，老子看不了呀！现在什么情况？那球跳飞龙，然后遇到对方
他八条飞龙飞进去遇到凤凰加航母，哎，真的要被刀斧手干死了呀！裴陨石，这种妈死里逃生居然，不自己你骚浪剑，你把自己浪死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几分？现在我九分零七零八零九一零，等等，一。好，我来说，你暂停吧。九分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零六，你到二十，你到十十八再数吧。好，你到十八再数。我跟你说，真的输了这个。Nature 遇到这个真的打不过。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好，走，真打不过。他现在这个部队就等着就等死。前面送了一波飞龙嘛，是不是？他跳了九条飞龙出去，然后出去遇到两个航母，三个凤凰，就没得跑。那怎么打嘛？现在？但是我觉得。这一波如果能够换掉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呀，哎，这波拼一下还真有机会啊，这波你确定拼得过吗？有的呀，肯定有机会的，你相信我呀，就强行点航母了，对，强行拼啊，哎，上面有虚空，哎，先点虚空吧，他一下秒不掉一个虚空，那浪费输出了，对方怂了，反正在上面打呀，追着打呀，真的是，对啊，追着打，这只能追着打，这时候哎，打妈妈船也行啊，打妈妈船也行。先把妈妈船。哎，没放炮台。哎，哎呀，我知道了，他肯定是怕刀斧手。他怎么没放炮台？刀斧手亮刀了好吗？说不定现在已经指着他脖子了。妈，有下面有镜头的好吗？哎呀，指着他，不是镜头，脖子是没指啊。就没拍到了。对，没拍到，在背后已经头指着他了。哎，他炮台没开，有点二啊。刚才那么多水晶，他开四个炮台，不要说了，打回来了。哎，这两个航母瑟瑟发抖，在那边打回来了，直接把主矿喷掉。哎，有时候喷什么？有时候喷什么？喷！这个直接强秒了，这个主矿，这太快了，这个。好，回头一下呀，这时候。没事，他就要喷。赢了！哎，喷一半不喷那是什么意思？没事，还有。这个 CT 有点久秒了就好了。其实我觉得刚才应该把 BY 喷掉。哎，喷什么都可以。哎，也都可以，都行。也都行啊，他现在狗就在下面跑就好了。这时候就跟对手去打战损。有毒爆，变波毒爆滚脸。强行进去啊！你不来我就喷。你来我就干脸了呀，干脸呀，干嘛你就一个虚空，我就先给你喷了，然后顺便把你航母打了。太快了，哎，打航母啊，哎，无所谓，他已经造不出航母了，已经转型了，也是打不打都无所谓。赢了。培训是怎么说呢？刚才这盘，其实他刚才如果不怂，就在下面把炮台开了，说不定比现在好。结果他没有炮台，开炮台是最大的失误。对啊，没开炮台，那么大个妈妈船在那里站着，啊，再喷，妈的，老子妈撒尿流，就撒基地，耶，下面有两个炮台，还有点虚，哎，没事，上面走一圈就好了。Patience 已经绝望了，就是你这种地面 ，Patience 应该不会再转航母了，就纯地面了。对，这两个航母反正在外面去送了。家里面反正狗毒爆按到他六根管子了，他知道 Patience 要一波了，因为 Patience 现在是拿他那个是没办法了，拿他的那个腐化是没办法了，他一会儿强拆你一定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时候既然这样的话，直接换家呀，用腐化把对方所有的东西都拆完，真的对吧？对啊，一个腐化一喷一个建筑，我告诉你，他已经插了那么多管，哦，换家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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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怎么可能换家嘛？来嘛，冲嘛，来管子，啊，来来，不可能冲得进的好吗？这立场片我还打毛啊？来嘛，冲嘛，直接，直接撞的妈妈不认识的，
还有那么多，我靠！好了，赢了，恭喜 Nature， 恭喜 Nature， 赢了，培训死，这真没办法，人口领先太多了，虽然都是腐化，但是没关系，这腐化就顶着脸，好了，可以去喷基地了呀，你现在腐化在这里又没什么用的，哦、还有先把航母干了，把那一逼的航母。好，这个小组我们看好的两个选手啊 ，Zero 和 Nature 最终还是都拿到了出线名额。这 Patience 已经没什么机会了。那不可能赢了这局。我就把腐化全送给你都无所谓了。不要送，你现在直接升三本出大龙嘛？也是。哎，不，我就要喷基地。你跟我说什么？我就要喷你基地。可以喷点别的呀。上面把什么出兵点喷的嘛也是一回事啊。主挂还有点硬的，没事，他这个大龙已经一大半了。黄金舰队他手还没出，刀斧手就亮了一下，把配置航母就停了。我先去烧个水，我觉得差不多了。烧水是什么情况？这局面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就等大龙最后现身这一刻摁下去。刘建宏也是回家的路好远，这时候我们不得不给刘建宏点一首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好，等着最后胜利的冲锋了啊！这兵力太厚了，那球好像似乎不打算摁大龙啊！摁呀，大龙，他不要，他要用毒爆去滚。哦，大龙已经来了，我还以为他怎么不摁大龙。其实他其实没必要摁毒爆了，他就直接把这个全部摁成大龙就好了。要去踩那个。他应该是知道有这个的，这种大龙起点告诉我怎么输。哎呦，怎么输？下面已经开始嗨起来了，好不好？这时候他把腐化全部摁成大龙不就完了吗？对啊，有多少钱摁多少大龙，对不对？到这个时候谁会去算大龙有多少钱一个嘛？这种你怎么敢跳过来嘛？真的是，不，他也没办法。有观众在问我们专业解说大龙多少钱一个，我告诉你在这个时间点就把所有的钱按完，谁会在乎大龙有多少钱吗？大龙是150-100，好像还150-150。你也不是很确定对吧？当然不确定了。哎，这种怎么确定嘛？哎，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去问职业选手问题吗？妈就他们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是的呀，我 IA 小明 GG 2-1，感觉夺冠了，夺冠了，夺冠了！该恭喜 Nature 拿到了本次 MMM 的冠军啊，不容易！小组出现，你们不要搞得真的一样。这种胜利的手势，看到没有？开心！他现在爽的一逼，好吗？对。他，我觉得 Pins 也没错，保住了自己的命。我靠，下面好嗨！下面说什么带这怎么工地的工人都来了？干嘛都刀斧手？你以为呢？我靠，这几个你们安全帽都戴好，就准备砍人的了。安全帽都戴好了。Nature 你妈的 ！Nature 叫了几个民工过来，你妈的在下面，他妈的建筑工人都叫好了。你他妈敢赢我？跟你说，手脚打断。是这样的呀，这种东西。妈个蛋，佩云才算的还算清楚形势的。不是他主要在里面打的时候晃到下面有安全帽了，有点虚。对对对对，安全帽有点显眼，这几个人装束有点不一样。你看就这几个，就这几个。对，你看那个拿的什么东西，你看他手里面绑好了好吗？刀都绑好了。哎呦，这几个，特别这个红衣服的。